什么呢？说正是背了半个脸的，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形。冲击动力，战斗系统，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得好。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，万事成功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的住院了，但是我好了，马上办出院手续，晚上8点的飞机，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，买了个红围脖，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晕呐！哎，小伙子，来扶我一把。哎呀，我娘啊，扶不扶啊？哎，必须扶啊！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晕呐！我这血压呀。没事，我带着你看大夫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，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送钱来。哦，我手机哪儿去了？我这手机、啊哎。你这样吧，大爷、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，我帮你打。好好好，138-116-5157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哟，你儿子电话占线。哎呀，这么着。我先带你挂号去，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。行行行，好吧。你儿子姓什么呀？姓邵。哦。喂，你好，谁呀？你好，猜猜我是谁呀？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不是你谁呀？我们是老朋友了吗？哎呦，这是个骗子。你老孙吧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老孙呐！啊，老孙，你有事吗？哎呀，兄弟呀、啊，我遇到一点小麻烦。哎，老孙，你说。哎呀，我爸爸住院了，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。哦，哎，老孙啊，哎，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？哎，对呀。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哎，他，我最恨的就是骗子。想骗我，我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晓鸡毛蒜皮，发光的物体是光源，描述路径是光线，派是3.1415926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哎，痛了痛了。喂，你好，谁呀？哎，你是小邵吗？对对对，我姓邵，你是谁呀？我呀，你猜猜我是谁？哎呦，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，你老孙吧？哎呦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？对对对，我是老孙呀、啊！老孙啊，你有事吗？我跟你说呀，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哎，不，等会儿，哎，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？不是我爸爸，是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哦，这是升级了。哎，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？对对对，哎，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我现在没空啊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？可以呀、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来了。哦，哎，我爸爸他没卡呀。哎呦，那这可麻烦了。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是啊？哎啊，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？哦，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！你打到我卡里，我帮你办吧。行行行，哎，那打多少啊？哎呀，医疗改革了，用不了多少钱，有个200-300就够啊。哎，200-300哪够啊？我给你打1亿吧。多少？要不打2亿啊？不行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。哎呀。行行行，哎，我爸爸在医院呢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哦，是这个样，我今天呀、正好办出院手续。等会儿，老孙啊，你什么病啊？我呀，我心脏出问题了。哎呦，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，搞不好出大问题的。对对对，医生也这么说呀。哎，老孙，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？我想啊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。啊，你换个心脏。哟，心脏能换呀、啊？哎，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，换个动物的就行啊。哎呦，动物的行啊？哎，你就换个狼的吧。哎呦，不行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。哎呦，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？狗啊，狼狗嘛，你傻呀？对对对，你们都是犬科啊。对，配型成功了。哎，老孙 啊，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，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生命是狗给的。他骂我呢吧？我还治不了他。喂，哎呀，小伙子。
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？打通电话了。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？骂人啊？哎呦，肯定是误会了。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，上过当，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。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让他给你道歉啊。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不是犬科，我是灵长类的动物。好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八号请就诊。哎呦，叫我了，通了。啊，他一看我的号码，肯定给你道歉啊！行，这下行了。哎呦，我爸爸，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是那个全科。哎呦，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。哎，我说你挺任性啊，小伙子啊！我不是骗子。哎呀，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。360行，你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干这行啊？你这个人，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做人讲究的是义，义就是正义。你整天坑蒙拐骗，你正义吗？不是。做人讲究的是信，信就是诚信。你整天损人利己，你诚信吗？哎呀，做人讲究的是孝，孝就是孝顺。你用我爸爸来骗我，你好好想想，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不是。我给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。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，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。你就是人比黄花瘦，没有几两肉，皮比城墙厚，子弹都打不透，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。好好想想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，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。成功了！哎呀，检查完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小伙子，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？道歉了。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。道歉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这么感动。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？不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儿子电话里巴拉巴说了我半天，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、啊、我不是个东西。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？你说他了吗？我没说。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？臣妾做不到啊。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老实。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打开免提，我让他给你道歉。他必须给我道歉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哎呦，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！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儿子，哎呦，你们听听，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，模仿的多像啊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爸爸。这骗子也太可恨了，老爷子。这是你亲儿子吗？是、啊、你没打错电话吧？你信我信他呀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他真是你爸爸。哎呦，这还是个团伙。哎，你们这么有才艺，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？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。你让他给我来，你爸爸让你来。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？必须去。你等着我吧。我可不认识你。哎呀，我好认，我穿着一双红鞋。哦，你穿双红鞋。你不是要骗钱吗？见了你我就给你钱。行了，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。我还不认识你呢。我更好认了，我穿着病号服呢。哎呀，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，我知道哪个是你呀、啊。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。哎，等会儿，围脖别戴在脖子上，你这样你扎头上。我为什么扎头上？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。我不扎头上，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。行，你不扎是吧？不扎我就不去了。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。你敢扎我就敢来。你敢来我就敢扎。你扎上我就来。掌声。治不了他。打开了！好，你这样，你动起来。我为什么动起来？你动起来，你跳个舞。我为什么跳舞？你跳个舞，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！你要是敢来，我就敢跳。你敢跳，我就敢来。停！等着我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。看大夫去、啊、我陪你去吧。你接着跳，等着他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行为艺术，大冷天多不容易啊，必须支持。你来了，啊，穿着红鞋来的啊！你来的挺快呀、啊，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给的太少了，
那你要多少啊？1亿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你不是东西，你是个人，就是不太正常。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吗？我本来很正常，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。哎，我怎么着你了？你怎么着我了？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？我换了狗的心脏，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。我什么？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？你讲的全面吗？你讲的就不全面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，忠孝悌节恕勇让。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，称度量。你神经病吧？你才神经病的！这要是放在大街上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家里人得多担心呢。我神经病，这事儿我管不管？我神经病，我必须管。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。大哥，干什么？上医院吧。站住！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。你要他干什么？我送他去派出所。去什么派出所呀？他是神经病，他得去医院。哎呦，去什么医院？这是个骗子！神经病！骗子！神经病！走，去派出所。我为什么去派出所？你是个骗子！我不是骗子！你是什么？我是个神经病！你看，走，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。你是神经病！我不是神经病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个骗子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神经病，你的骗子。走，上医院。干什么？派出所。干什么？嘿，爸爸，爸爸，哎。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没爸爸，不是你自学成才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不是爸爸，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！我们俩是个组合，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。哎呀，误会了！哎呀，什么误会了？误会了！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我这你等会儿，对，老爷子，你几个儿子？一个。这是谁的儿子？我的。那可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你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不是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认错儿子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认错人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。对对对，您这是乐于助人，是一个好人。对对对，小伙子，你也是个好小伙啊！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，你帮助我呀。大哥，甭说了，都是好事儿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都是做好事儿，这事儿过去了。你过不去，你过不去。你没办什么好事啊，小伙子，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，是，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。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，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得后悔一辈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小伙子，哎，我在电话里听出来，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感兴趣。好，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，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认为说的非常好。哦，怎么说的？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？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？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？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？啊，我听过听过。你听过什么呀？我姓孙，这是我说的。小伙子，哎，你记住喽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爱，啊，这个世上好人多。好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呦，哎，我爸爸，爸爸。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爸爸，我忘了这个事儿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们来不及。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，来不及了。没有，你快走吧。我走什么呀？啊，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去啊，这医院我熟，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。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，您放心吗？我放心啊，不过还是来不及，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。我去啊。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，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。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呀。不是，儿子，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？我去。你把你爸爸交给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。哎呦，不行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！啊，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。没事，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，在马路边上跳舞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放心吧。放心，成功了。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，你们信不信呢？信，成功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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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儿了！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，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，啊，不是一位，
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我们科长传唤我，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，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。哎呀，完了！马科长，马科长，哎呀，小好啊，进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您睡觉了。没事，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。坐。最近家里都挺好的。眼巴前儿还凑合。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。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。我检讨，我太贪玩了，打乒乓球害人害己，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，他也喜欢打乒乓球，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。科长呀，您这就为难我了，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，局长我哪敢管呢？郝建呐，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，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放心了，工作总算是稳定了。郝建，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？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。你不兴奋吗？兴奋点在哪儿呢？来来来，你坐这儿。你看啊，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，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，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？红人了，韦小宝陪康熙摔跤，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？太监呢？行了，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，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，分清主次。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，就陪领导打球啊，那不成马屁精了吗？说谁呢？我不是那个。说谁马屁精呢？能干你就干啊，不能干你就走，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。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。哎，你看马科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，这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郝建，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，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领导喜好图，我告诉你，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、星座、血型、生辰八字。这个喜欢钓鱼，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。这个喜欢打麻将，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。这个喜欢文玩，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。这个喜欢我，所以郝建。哎，你干嘛？等会儿。这说到关键地方，咋还给扣上了呢？哎，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。总而言之啊，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？知道了。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。说谁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嘴呀！哎呀，呸！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？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？我也纳闷了哈，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，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，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，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？不单单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开会是讲究技巧的，领导一发言，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，我马上给一个，
领导就想了，怎么的？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？等他全说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马上就跟一个，啊！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，而且大彻大悟，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。啊！听君一席话，颠覆人生观呐！所以说，郝建，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，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，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，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。哎，明白，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。那我这一欠揍了，是不是就能转正了？何止是转正啊，看见了吧，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，郝科长。郝科长，郝科长，来来来，郝科长来，坐下坐下，郝科长，坐这感受一下，坐坐坐坐，感受一下，坐坐坐。啊！哎呀，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。哎呀，这椅子是舒服呀，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。哎呀，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，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？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，郝科长。喂，我是郝科长，你是哪位？杜局长。呀，那对不起了，您拨打的电话呢，他关机了。你给我起来！哎，杜局长，对，我在。啊，这刚才是串线了吧？啊，您现在要过来？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。局长马上到。太好了，他来了，我们俩去哪儿玩啊？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这个老局长进去了，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。以后呢，你们就在我这儿玩，我给你们当裁判。郝建呐，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，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。贵人呐，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，我净走弯路了，谢谢了，马科长。哎，不，马处长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郝科长。早晚的事儿啊，马处长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郝科长。使得多，使得多，马处长。双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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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赢。保持情绪，好，准备迎接。站。赛，赛。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，我就处分谁。杜局长，哎呦，杜局长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你说也不知道是谁，啊，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，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，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？哎呦，杜局长，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，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，那就是歪风邪气。真是。围脖还带配重呢。风大，我妈怕刮丢了。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，来，局长坐下说。马科长啊，哎，你可是老同志了。嗯。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，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？我说他们了，我说你们就再练，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。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。哎，别恭维我啊。哦。有一年是亚军。其实这个乒乓球啊，我打的就不怎么样。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？全是水分。哎呦，不能全是水分。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得过一年亚军。是啊，那年我是副局长。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。好了好了，扯远了扯远了啊。嗯。哎，
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，什么好消息啊？那什么，局长问你呢，什么好消息？问我呢吗？我姓郝，我叫郝娇姐。你叫郝娇姐？他妈给他起的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这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？猜不出来吧？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，你猜想出来了，你再告诉我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太没礼貌了，局长问你话呢。别鲜花太难了，我脑仁都要炸了。你好歹你不行，你得说想一个，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。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，他总在那打乒乓球，噼里啪啦的，滋儿哇乱叫的，影响马科长睡觉。写材料。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，是吧？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，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。多余不？马科长，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。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，是个好苗子，组织决定给他转正。打死他！我这真替他高兴。好消息啊，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，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兢兢业业，脚踏实地。另外啊，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，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，你说你都不敢接受，多可悲呀。局长，我是郝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够了，这是你的错吗？杜局长，是我的错，你要说就说我吧，是我思想一直松懈，疏于管理，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。妈呀，这是个乒乓球台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够了，马晶晶，马屁精，害群之马，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，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，溜须拍马走捷径，等候处理吧。杜局长，杜局长，我错了，杜局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出大事了，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，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，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。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老婆，我到家了。你又去哪儿了呀？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？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，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。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？你看你看，又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，外地的居多，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，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。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？得了吧，你暖男，你有咱家冰箱暖吗？我跟你说，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，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。正好开个养鸡场。哎呀，别贫了，赶紧修吧，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。哦，对，我得抓紧修，修完呢赶紧走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快递小乔走上台，大年三十我取件来，乔装打扮添喜气，祝愿大家好运来。不说了，我得干活了。谁呀？啊，
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，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。姐，新春快乐！哎呦，小乔，怎么这身打扮呀？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？真有心，要不说啊，你是优秀员工呢。我工作呀，必须严谨。来，小乔，快进来。哎，赶紧啊，帮姐把这个打包了，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。好嘞，姐。什么声？这冰箱怎么这动静？是不是坏了？正修着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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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是送快递的啊？穿的像唱大戏的。你是修家电的啊？我看你像张飞变的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呢。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？您这不也没休息吗？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，只要客户召唤，必须马上出现。说的太好了啊啊！辛苦了，来整一个。牛兔儿，干啥呀？你干啥呢？我喝饮料呢。从哪儿拿的呀？冰箱里啊。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？你要是修下水道的，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。兄弟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？不是埋汰，你喝人饮料，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？我还用打招呼吗？哎妈呀，你多少还大大咧咧的，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？你说你这人，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，然后你说我……啊，行啊，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替你扛了。他替我扛了？我明白了，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。兄弟啊，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呀，其实是小乔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你冰箱修好了吗？没有啊。没修好，聊什么天儿？赶紧修，修完好走啊。啊，修修修。小乔，来，还有一箱。姐啊，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渴了，没忍住，搁冰箱里拿瓶饮料，给喝了。给小乔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。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，随便喝。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。大过年的，跟你瞎客气啥呢？快点修！小李逵，不是张飞吗？怎么又改李逵了呢？这不都有胡子吗？看着没有，关系不到别喝饮料，关系够铁才能叫姐，明白不？哎。听这意思，他俩关系挺铁呀、啊，不是一般特殊啊！哎，那我倒要问问了，怎么个特殊法啊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这人，你说他是咋回事呢？你不说吗？啊、我憋不住。是这样啊，我负责这片小区，嗯，我姐呀、啊、是个爱心志愿者，经常寄件捐东西，熟了以后啊，我每次一来，我姐就给我倒杯水，给我拿条手巾，让我擦擦汗。没听出哪特殊了呀？嗯，这还不特殊啊？这说明啥知道吧？啊，这说明啊，我姐心里有我。她心里有你？不光有我，还有很多人呢。啊？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，要不然呢，能献那么多爱心吗？啊，那倒是。可惜了，这么好个女人呢，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，可惜了。不是兄弟，嗯、哎。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？哥，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呀、啊、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。那就对了。妈呀，不严谨了啊！哥，你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？对。那头一个是谁呀、啊？想知道啊？我跟你说啊、哎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我。还是咋回事呢？我就知道你得回来。我憋不住，憋不住。哎，快说。那天呢，我过来收件，我姐一开门呢，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，赤裸裸的。妈呀，又不严谨了，还搭了条浴巾，那个有什么用啊？那个不是。后来我一打听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。你看你不说清楚，邻居过来，邻居也不行啊，邻居啊，不是。人家那理由贼合理，家里热水器坏了，上这洗个澡。他家热水器就爆炸，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。
是呢，后来呀，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。他妈，可还给抱走的？对呀，一个2岁小男孩，这么高吧，横竖一边宽，体型跟你差不多。跟谁差不多啊？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，你吓我一跳。吵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？是都是的，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。不用你说我，就怨你在这瞎打听。不是我瞎打听啊，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，是吧？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多了，我还件件跟你说呀。兄弟，好的，你看哈，刚才哈，经过跟你的攀谈，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。必须的。哎，那你再严谨点，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。啊，姐，他偷懒，扣子扣十万。你说我，你等，别去，别去，这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形象？啊，站着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啊？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？不行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。我说小沙僧，啊，不是张飞李逵吗？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？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。哎，你修你的，你不管我，来，你修你的，我问几个问题。来，问，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？妈呀，这冰箱啊，坏了得有半个月了。哦，这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的，喜欢吃素馅的？素馅的，肉馅的太腻了。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？水灵，相当水灵。看没看着？果然对我姐有所图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。小乔，哎，来，最后一箱，打包算账。行，你放着。啊，姐过来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这冰箱修不好，我就不能走。啊，冰箱，哎，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，什么时候能修完呀？不行了，今天修不好了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小宝玉，啊！这回不严谨了啊！张飞、李逵、小沙僧的都有胡子，贾宝玉没胡子。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，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。你这不闲的吗？你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第一条把冰箱修好，第二条姐换人。啊，换人咋的呀？你知道这咋回事啊？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。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？犟嘴是吧？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？我干啥了？好，就你这个人品，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。姐啊，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，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。怎么的？哎，怎么了？不是小乔，他喝瓶饮料怎么了？不是姐，那不光喝饮料事，对，他对你有所图，他说你长得水灵。哼，他刚才一问我，我自己啊，你别说，那收拾收拾，你也收拾。姐，你可以乐，姐，你别，不是姐，这人还好撒谎啊。我问他过年吃饺子，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？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。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，他能不吃肉的吗？这也是个理由啊，这个。姐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，知道不？啊，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，就不是个好冰箱。这我又成冰箱了呗？我告诉你，冰箱，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，一旦进了客户门，不能拿钱就走人。只要客户一召唤，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。你别扒拉我摆造型了。我是她老公。你喝酒了是吧？是不是喝了你啊？她说你是老公。哎呀，他是你姐夫，你听着没？我姐都说穿你了，说你是我姐夫，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。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，整的俩是两口子是。人俩是两口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小乔，这事儿怨你姐啊，这不是姐，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？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。我是癞蛤蟆呗。不是，我姐是朵鲜花，插我身上了呗。我姐是个好白菜，让我给拱了呗。不是，哎，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配合你啊，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，不接我浑身难受。哎呦我今天哪，
不严谨了。我现在的感觉呀、啊，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，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。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！哎，小乔，不行，我待不下去了，姐，等等啊！我告诉你，小乔，你吓到人家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着急跟他说事儿。有话好好说嘛。是是是，小乔啊，这事儿啊，真不能怪你，姐夫啊，还得谢谢你呢。通过这事儿啊，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。你姐一个人呐，真是不容易。嗯，老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家庭、事业两手抓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小乔啊，都把我当坏人了。没有姐夫，别说了。你呀、啊，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，她想来当老公啊，肯定比你强。那是必须的，那是。你要给谁当老公啊？哥，你看你，我给谁当老公啊？我连个对象都没有。对呀，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。啊，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嗯，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？除了说话不太严谨，其他都挺好。哎，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。啊，哎呦，我姐，谢你了，姐，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？哎呀，跟我像什么呀？那是你姐夫的妹妹。他们俩呀，长得是一模一样。就这么定了，妹夫。哎呀。妈妈呀，快给我抱走吧！哎，妹夫，小乔，妹夫，东西还没寄呢。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黑了半个脸呐！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攻击动物，战斗。一走一天，一天过得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其实过年啊，就俩字儿，回家。我可惨了，我是有家不敢回。我谈了个男朋友，我爸肯定不同意。您说今天过年，我把他带回家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还有人要我吗？有。那位大哥啊，仗义大哥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。喂，亲爱的，你赶紧过来吧啊，咱找着下家了。嗯啊，哟。我们家安防盗门了，爸！哎呦，嚯，这门槛够高的，爸，爸比，爹爹，啊爸 ，father， 老头儿，给我出来！哎，你早这么说，我不就抓了。想死你们了！我这不浇花的吗？啊，爸，啊，一会儿咱家来个人，还来个人？什么人？我男朋友。啊？你交男朋友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才25就谈恋爱呀？那您25干嘛呢？我照顾你呀、啊！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。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，他巨蟹，我双鱼。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。敢！哎，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。干嘛呀？我搁里屋了。明天啊。那老乡跑到咱家来，啊！您交女朋友了？我不同意！您才多大呀？您才51就谈恋爱？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。
我属鸡，他属猪，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。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，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。你给我拿出来，你自己拿去。这跟你说的。嗯，好，我自己去，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，我花着痛快。站住，还是我去吧，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。这闺女真傻，那棉袄就没兜。哎呦，我说老板呐，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我坚决不后退，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。哎，我要不把他拿下，您就把我退。哎，您就把我，他挂了。你说这嘛破老板呢，没说完话的呀，没挂呀。不是老板呀，不是没说你呀，我是说呀，您永远把我退，我先挂了吧。就是这家。他来了。站住，你干嘛去？我开门啊。开门也得我去啊。回去，不回，退下。诺。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，你以为你黄世仁呐？你看我怎么斗地主。哎呦，拜拜，我都你哎呀，这个。哎呦，哎，哎呦呦呦呦。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。哎呀，没把脂肪摔出来吧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。拜拜。哎，我今儿个来呀，就是想娶您家那个。休想。嗯，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，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，你有诚意吗？有啊。没诚意，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？我吃饱了撑的。拜拜，咱痛快点，能娶娶，不能娶拉倒，我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。你还娶了别人家的，多新鲜呀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。你都说吧，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？你打算给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我能少给你吗？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，我给您30够意思吧。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没有，让你进吧。拜拜呀，你刺我干嘛呀？哎呦，这拜拜呀，给您30就不少了，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，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，他是二手货，他用过了。出去。哎呀，别刺了。怎么还刺呀？滚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进门我还干鲜的，出了门成水货了呀。我哎呀，喂，啊，老乡好啊，啊，是我，不是明儿来吗？什么？现在就来？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在家等着啊。哎呦嘿，还真来了啊！叔叔，哎、我可哎，你这，您应该先接我。你有医保。没有啊，没事吧，小伙子？叔叔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，送给我的，里边有炭。哎呦，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啊！哎，你坐呀，哦，坐。您也坐。好。
什么坐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接地气啦。叔叔，小伙子，在我们这儿，你叫我叔叔，我这那儿叫我呢。你要叫我叔叔，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。我是南方人。南方什么地儿？您猜。哦，那哪猜得着 ？H 打头。H 打头。湖北。错。湖南。错。海南。错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福建。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？非常正确。哎呦，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。叔叔，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？我听说了。我是想娶您家那个。娶吧，现在就娶走。现在就娶走？是啊，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？我跟你说，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，要娶娶，不想娶拉倒，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。您还答应了别人？是啊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。你别犹豫，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？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，我给他们送温暖。别捐，别捐，我曾经就是大学生。坏了，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。甭管你是谁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装什么傻？你给我多少钱？不懂啊？您打算要多少钱？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，我跟你说啊，给少了肯定不干，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说出来惊着你。30敢给吗？30？惊着了不是？我知道，这火锅得比点。20。20？你别吓唬我好不好？那碳还要钱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18你取走，18就取走。骗你是小狗。叔叔，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！再走，我你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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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洗脸来了，跑这儿。爸，我爱你。这儿。住口！干嘛呢？你跑这拔火罐来了？跑这儿？什么拔火罐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您不都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什么了？他娶我呀！您说了，18就娶走。骗我！您是狗。爸，嘿嘿，这是20，那两块别找了。同意了，那我就跟他走了，啊！哦，这就走了，哎，走吧，走了你就别回来，爸，别叫爸。20多年啊，把你拉扯大，既当爹又当妈，捧着怕碎了，含着怕化了，天天抱在怀里，抱十多年没用。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。爸，您要是想我，可以来找我呀。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找你啊？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？爸爸去哪儿啊？爸，叔叔。叔叔，您能让我说句话吗？我有知道，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把他娶走，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。我还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就没人陪您说话了。我更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。但叔叔，请您相信我，你给我一份信任，我会还你一生幸福。
哦，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，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在您家楼下。您要是想我们，您就跺跺脚，我们马上会奔上来。还是我挥奔下去吧。千万别跺脚，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。孩子，这世界上啊，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。这些年甭管谁，只要一提聘姑娘，我从心里就别扭，舍不得呀。其实刚才我这么闹，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厚道人，做事呢还挺周全，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，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。小伙子，今天叔叔就做主，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。爸，谢谢你，我的儿，我就是你。你说这种嘛事儿啊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老板二次让我来，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。哎呀，拜拜呀，小心。哎呀，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？你让我把门都换了。哎呀，拜拜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。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？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。啊，他办了个博物馆，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。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？对呀。哎，你早说，赶紧拿过来。哎呀，战友。对。哎呀，你这拿走啊，送给你了，我不要钱。白给呀！是啊，哎呀，这不占你便宜吗？拜拜，咱家还有棉裤吗？棉裤有，嗯，但金山银山都不换。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吗？嘛絮的，女婿，哎，啊，嗨，明白了。赶紧道喜，过年了，你别走了啊，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刷羊肉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公鸡懂战斗，你一闭一走一天儿卧室了，不好。我告诉你，冰箱，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，一旦进了客户门，不能拿钱就走人。只要客户一召唤，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。哎呦，不行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！啊，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。没事，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，在马路边上跳舞。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刷羊肉。